你讲你要加你麻烦？今麦展演哦，利用嘉玲的身份，嘉玲就压家的资源，而且伊今麦愈来愈歹控制啊。我想讲哦，只要把嘉玲送去别个所在，安尼较安全。咱嘛才有空间哦，甲嘉玲来谈话。爸，安尼你嘛会当较放心吗？你讲了无唔对，韩国人真正来做，嘉玲对咱应该是无了解啊。我当这件代志嘛无法度两全，啊，不过至少我甲嘉玲徛在爸一边啊。咱再想办法，偷偷来改变家宴想法。虽然讲这个代志安尼处理不是真圆满，但我这嘛表示讲，你咧带领恁家爷感情，爸真欢喜。我爸，恁是不是来得错？曹凤跟张嘉玲，因那是同事啊，因阁是姊妹啊。既然安尼，为啥你讲要来接触我呢？敢讲张嘉玲又是去用管理者？爸，嘉玲，是嘞，拢是爸无才调，才害你用管理者。我知影你有你的为难，啊，你哪会跟曹凤做伙过来？我跟阿凤谈上过，我要带你入去家。我会另外安排一个所在，更加好，更加安全，你就袂阁受到张嘉燕的控制。恁哥爱我继续防乖，是安怎？你无爱带我回去夜家？这是为着你的安全在设想。张嘉燕这个人这么偏激，你若是回去。像三爷也做出什么款的代志？阮是为着不爱让你受到伤害，嘛无想要伊受到伤害，这是伤兵安全的防范。是谁啊？你唔通讲我是谁？今日后一步，张嘉燕才真真正，伊爱我来。歹势，张嘉林袂当让恁带走。今仔日。是您见面的最后一面。乖，爸，嘉义哪知道这件代志，绝对真生气。嘉义今麦一定知影，讲这件代志跟我有关系啊。但我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张嘉玲伊是堂堂的得主呢，哪会叫阿杰？而且看起来阁这么狼狈了，这人是要对张嘉玲创啥？紧放我走，莫甲遐个人拢白为干。这人到底是谁？伊是跟大义集团有甚么恩怨？伊唔才掠张嘉玲啊！曹凤跟尹爸人应该过来内面，唔知人即马敢无危险？连累着你啊！今麦先莫讲遮，咱哦继续来离开遮较实在。内面有人没有？阮拢锁在内底啊！敢要咱拜托你哦，替阮把这门拍开啊！那恁恁较太妖的啊！
姐啊，你会认得我哟？啊，不是啦，我爸是要跟你说多谢啦。我爸哦，伊一紧张就唔知影讲要讲啥。爸，这位是叶先生，啊，我是因为买一个二手的名牌包才甲伊熟识。哦，叶先生，多谢你哦。免得客气啦。是讲恁来第一家？哦，我伫今日拄好来台北啦。他经过外面的时阵，我看庄嘉玲啊，去用阿走啦。我们要救伊啊，啊，不过对方有武器啊，我顾虑，我们才无出手救伊啊。是讲你敢知影庄嘉玲是去用阿走？我唔知啊。你唔知？啊，你唔是来找庄嘉玲啊？叶先生。哦，我甲庄嘉玲小姐，家家是见过面尔，更加免讲，阮爸根本就无熟识伊啊。我哪可能是来找庄嘉玲的？你是不是搞鬼啥？虽然讲这代志安尼处理毋是真圆满，但我即嘛表示讲，你咧带领恁交易感情，爸真欢喜。歹势。那应该是我误会啊！阿都，阮爸有实在警察的朋友，就等我会请人了解这下状况，伊就变烦恼啊。安尼哦，那就麻烦你啊，这代志哦交恁处理啦。啊对了，啊恁哪叫我关你家？我唔是让人关在家啊，我是来家找朋友诶。阿上知影讲哦，朋友拄好无伫诶，我要离开时阵，奈知影门派去，啊真正好加载哦。你甲阮拍开，甲阮解救啦。但是不是你所想安尼啦？哦，这拄好哦。我唔是啊，我经过教堂啊，想讲哦，未歹祈祷啦。啊，哪知影讲哦，拄着这么多代志啊。哦，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你讲真正是拄好经过。你拄好问阮讲，是不是你来找庄嘉玲的？安尼就表示讲，你有看到阮甲阮爸今日来教堂。啊，你拄好佫讲。有人把庄嘉玲抓走，安尼就表示讲你伫外口已经等一群啦。叶先生，你到底是咧调查啥物？无啦，是咧调查啥？他要来讲价啊！我是经过教堂吼，礼拜吼祈祷啦。啊，听到声我就救人命，哪知影讲吼要救着恁啦。你是不是有啥物代志咧？我冒昧。哎，即马颠倒换你咧，乌白乱想啦。我来讲啦吼。咱人吼，若是惊讲别人温暖伊的骗，就代表讲啊，有真侪弊病，惊叫我发现。啊，当然啦，这是我来推荐我的药的啦，我代表讲是事实咯。啊，志文姐啊，你敢真正无熟悉我？无熟悉呢。干嘛呢？啊，不过我看你在看我的时阵。那足惊面对我，那足惊我会为你目睭内边看到什么代志咁款。叶先生，阮爸这人哦真老实，你莫阁甲伊讲生气啦。阮还阁代志要处理，阮就想要离开啊。啊，到时阵阮会请警察来了解这下代志。你就带我祈祷吼，爸，拜。哦。我迄个人应该是自成无唔对啊！啊，你想要问我伊的收婚，我有定业噶。爸，你是蛮问正遐济啦。爸，咱就行这边。那唔敢甲叶志成相认啦，爸，你是莫问这么济啦，无你先跟我行，我先来介绍你知。你甲曹芳是冤家啊？
啊，若无两个人，哪会手要甲我扫来扫去？你记忆真正足歹的，我捌讲过，你无资格问问题，只要乖乖听话就好啊。啊，若无曹凤就有可能因为你性命保袂掉。张家业，跟阿庄讲曹凤嘛是你的姐姐，姐姐，像我安尼对待你的姐姐，你真正讲到白白上的张家玲。全世界只有你这个白痴才会把曹凤当作是姐姐，连曹凤伊本人拢只是想要利用你，你敢看袂清？我唔管别人安怎想，啊，不过家己主动去伤害别人就是唔对。那是啥啥姊妹，你的想法我会当理解，我嘛相信你只是因为一时的怨气，才会去有千面女郎利用，去对付左家啊，够严家。趁即马无算我，咱还阁会当。你莫假做敢那啥物代志拢知影共款。你若是阁继续啰啰嗦嗦，后盖我就会专工专边工，互你冷静。我对叶家还阁有祖家无感情，只有怨恨。你莫用啥物姊妹仔情来甲我苛刻。你这时候感觉愈来愈压榨，愈来愈捣蛋。好，那安尼我拜托你，曹凤今摆有心，你敢会当要对伊动手？你敢知影？我上讨厌你倒一点，就是你唔知影好歹，家己拢保袂住，还佫想要消受替人求情。好啊，你着继续替曹凤求情啊！我若是愈听愈袂爽，我着愈想要对曹凤创啥。来，请继续讲。看煞袂，看完着去办证书。陆克嘞，我会带曹凤来见我。你搁要对曹凤创啥？既然曹凤偷偷伫咧我背后有动作，那恁一定莫怪我对伊无情。你有可能为着我开剑到要底跳楼。嘉燕，即摆伊失去你弟啊，你千万唔通甲伊共款。左小姐，是你小弟的太太。现在代志你莫管，我家己会处理。我是谁？你是大业集团的总经理叶志成。我可能在分析完就好。我好好姐就是开心的机会。赶紧摆出手啊！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今晚8点，一家团圆，佳节生意甲鱼精批。